闺蜜多吗？兄弟们，咱们介绍一下咱们家的新款大力马断彩网啊，断彩尼龙啊，半直网眼儿，钓完网都3米8。你先看这手绳吧，这多长的手绳，10几米的手绳啊，都够用。哎呀，而且 V 叉底缸用的是大力马线啊，来看一下 ，V 叉底缸都是用的10号8边大力马线，而且是好通优处理啊，通优、轻优加齐优，看起来好像有点胀把，但是下水以后就好了啊。这也是条新网，然后打了几网了，咱们来个简单的撒网摇绳啊。里边拎起2、3挂网都搭在左手，在里边掏网线，膝盖的位置45度，老白杆往上立网，慢慢剪啊，新手兄弟们啊，立网的时候不用着急啊，一直理到最后，右手里边形成一板，左手拎2、3挂网都。然后退点网线，用这个虎口托在手里成一板，大拇指挑起底缸，食指压住底缸啊，听着很远吧，是此视频由老沙拍摄啊，把这网坠外翻，来咱们试一下啊，这是全网11斤的啊，兄弟们啊，小点劲儿一回身啊，翻手腕啊，小点劲儿一回身翻手腕啊，是不是一开到顶，缘分不缘分，给你燃了啊，燃吧，快点急了，完了，又急了咕噜了，从这儿我都看见败的了，还有余了吧，肯定是有余了，少不了，哎呀，有我了，好玩机，哎呀，你看夹子打不折了，卷大石头了，我操！哎呀，哎呀，卷个大石头了，衣服都穿了，哥，啊，往下撸，来着玩，往下撸，来着玩，往下撸，卷没法试，啊，还硬是不着，我操，俺往兜里，急了，咕噜。过瘾，得劲儿，慢点打手了，拿着吧，是吧？打晚了，来晚了，捡石呗，捡神去的呗，什么假啊？什么？哎呀，净是打家伙了，哎呀。出啥事了？哎呀，出事了！这不显肚，其实哪网也不熟是吧？嗯，个儿大，导致视频不显肚，直打入水。家伙，大桃花肚子，都是妈老一辈的桃花，是吧？村长都是大队书记，知道吧？